百一年大学学测将要伫明年的1月22、23号登场。桃园高中特别举办期末大会，校长林怡贤以及家长会长，也佮有桃园镇长特别来赠送高中三年的学生包袜、鸡蛋糕以及文昌笔，祈求文昌帝君保庇桃园高中的考生考试顺利。桃园高中举办高三大学学测考前期末测试大会。桃园镇长柯志宏、家长会长林正仪拢来甲同学加油打气。期末试是一个大会，非常高兴来参与这项的活动。那尤其我们的学子哈，真的在学测上哈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那所有学子哈新学子可以说哈要迈向多才多姿的大学，这是一个关卡。那如果说哈他们的努力能够哈迈向自己哈的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今天哈我们也带来一个包子，还有文昌笔，那也是哈一个鼓励，那也坚定哈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哈金榜题名，马到成功。110学年度的学测的期末活动，相信我们的学生都已经准备好了，在老师的用心指导及学生的努力学习之下，相信这次的学测会非常的棒，能顺顺利利，圆圆满满。这个大学学期考试总共有4个班级，各班代表除了按书中手中接过包袜、赠文昌笔以外，也来共享成功的乐声，鼓动考生士气。鹿港高中学测金榜题名。校长林怡贤表示，校方举办安尼活动，希望予大家小可释放读册压力，也来基本大家卖紧张，好好考试。111年的1月21到23号，是我们新课纲的大学学测的日期。那鹿港高中利用今天来进行一个祈福誓师的仪式哈，非常感谢镇长还有我们会长都特别莅临来给同学们鼓励。那我们也期待我们鹿港高中的同学在未来升读大学有一个图像来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那在这一次的学测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表现。期末测试大会让考生更加动力，准备来日子全班会更加团结，做会考上第一志愿。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